不能喝泥水比那个干净，我累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们帮我拍照。嗯，好啊。帮我们拍个照。第一次跟你出来玩，等一下，你背后一下，一二三，跳。哎呦，准备好了吗？每天早上都有一张我女朋友的照片出现在我的收件箱里。今天的照片与昨天的相比，似乎腐烂得更厉害了。不过这种变化比较小，并不是特别明显，一眼能看出来的差别很少，只有腐烂的位置在昨天的照片上和今天的有所不同。亲爱的，累了吧？出去陪我看会儿电影好不好？休息会儿先。别碰我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写东西的时候不许进来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啊？你看，牛、羊的命运也不过送进屠宰场令人宰割，成为人类的盘中餐。老虎、狮子、大象最后也只能成为动物园中人类的观赏品。再桀骜不驯的野兽还是逃不过自己的牢笼。你这看的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觉得你和他们很像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他妈有病吧？以前你就觉得小动物活泼可爱，现在拉我看这种东西，还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阴阳怪气，你他妈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去上课，春假你也不肯花点时间陪陪我，一天到晚成天在你屋里写那些什么破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傻子才会帮你出版那些东西呢，这些东西都是垃圾。
不了，你滚啊！接电话呀，亲爱的，你接电话呀。
这不 J 吗？好久不见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什么时候是逃出自己的牢笼？你什么时候是逃出自己的牢笼？哎，你那个春假去哪玩呀？哪儿也没去，我留在学校写东西了。哦，是吧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去 DC 那边，这不是那个樱花节吗？哎，真羡慕，我在学校待了三年都没有去过。哎，也没什么好羡慕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说不同的战将可以反映不同的人格。你说来听听。喜欢吃甜酱的人性格往往比较温顺，然而喜欢吃辣酱的人就是追求刺激，但通常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但通常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哎，走了啊。Thank you.
我做了两个梦。第一个梦里，我看见你了，你躺在草地上，我看见有人来了。是我。第二个梦里，你跳舞，你在和他们跳舞，你没有死，你就在那里，但是知道哪一个是真的。We are the dreamers of dreams. We are the dreamers of dreams.